要相信我们的生活，来看多快点！
对，你说临摹这样子吗？碎片，就是随便玩该怎么都可以。我是原本想的就是全部的裱在一起，我不用搬东西，就可以大家都看到。但是因为就是这边的家里，然后会更不好把全部弄起来，然后再拍给你。我好啊，一定再拍漂亮。我就是我觉得他们有极限，就一直搬的话有些好漂亮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我就 OK， 谢谢，拜拜。